好吓这个好吓人的。好吓人，就差一个 AK 在手上了。欢迎水水，欢迎水水。欢迎就接不行。我在芭提雅，我在芭提雅，我可能回趟曼谷。二姐也到曼谷，617也到曼谷，然后哈尼也在曼谷。我的妈，二姐明天飞曼谷，二姐给我回微信，她明天飞曼谷。你到了曼谷直接飞到马里亚吗？二姐啊，我这家都在曼谷集合了，齐了，我这你们曼谷集合，兄弟们。行行行，到时候联系。我现在在回芭提雅的车上。能应该带上，不知道不能什么情况。我的帐篷在曼谷啊，我的帐篷在曼谷，放在那个酒店寄存的。麻子可以出个泰国攻略吗？哎呦，我哪有时间去做攻略呀？啊，没有时间做攻略啊，哪有时间做攻略啊？就是我的攻略都是在朋友圈，你们自己去找去。啊，都在朋友圈啊，我攻略都在朋友圈，你去看嘛。啊，定位啊什么的，啊都在。就是哪里好玩儿什么的。
大概说一下，就是东西南北呗。就这两天吧，我看一下，可能明天后天。找我要什么攻略？凯就完了，就两个字，带钱。带钱比啥都重要啊！哎，有一说一啊，这60美金买的这个卡，虽然是那个贵是贵了一点，我用到现在为止没有出过问题啊。确实是5G 网不限速啊，我三个手机带着用，兄弟们，目前为止没卡过。我查了一下，用了200多个 G 了，兄弟们。啊，用了200多个 G 了，60美金买的，最高级别的。我算了一下，一个人2.5万，25000，啊，我朋友圈全是神游之类的，我说你们就一条好吧？你啥时候看到全是了？你这说话太夸张了好吧？这你问我不可能，这你问全部都是呀。这说话真的是太夸张了，好吧，就一条好吧，我的妈呀！你仔细看，难道你家错了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是不是只有一条？你自己去翻去。我告诉你啊。其实我觉得神油比果冻好使，但是神油加果冻那肯定是天下无敌的，啊！他们两个配合到一起就天下无敌。儿子，就5分钟了。凡事先问问超哥。好的，好的，明白了。3天加1分，3天加1分。他这个3天加1分这个东西是设计的，就是他妈到长不久的。2天加1分，我觉得还行。48小时加1分。72小时加1分，我觉得这设计的太长了。现在没有办法，兄弟。你带个5万块钱，你来泰国天天玩，着不住，好兄弟，你哪着得住嘛？我的妈呀！你带个5万块钱玩半个月，你每天，对吧？啊，1对2，1对3，1对4，1对10，对吧？你要得这样玩了，对吧？是吧？1对1每天玩就。第一，每天都不新鲜了。泰国现在落地签15天了，是吗？我明天问一下，明天问一下那个，我记得好像是30天的。我是30天啊，现在改了吗？这么快吗？应该是到4月份吧，我记得。现在泰国落地签是15天了吗？哦，
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啊，兄弟们，我跟哈尼两个，我们约去那个蓝墨餐厅吧。30天，好的好的，我听说4月份以后要恢复15天了。看图片是真的帅，猛男餐厅兄弟们，关键是不能播呀，有什么不能播？先报备一下，播了我他妈去吃饭，我干啥？猛男餐厅，猛男餐厅，餐厅是干啥的？对吧？不是，我到时候让哈尼就上去摸去。嘿嘿嘿，怎么了嘛？人家服务员给哈尼兔服务一下，怎么了嘛？啊？什么吃饭的地方？你想啥来？吃饭的地方？我看看他有照片吗？我让他发我几个。欢迎我黑夜哥，欢迎黑夜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四星打打卡，兄弟们，四星差的不多，欢迎我黑夜哥。啤酒，上次你们看开啤酒盖儿拍照后是罚款，罚了呀。我上次去偷拍那个就是用小嘴开啤酒瓶，我的妈呀，被罚款了，兄弟们。直接把我们轰出来了，罚款了不说，还把我们轰出来了，兄弟们。小嘴开啤酒瓶，砰！我的妈呀，牛逼啊，真牛逼！什么小嘴？我的妈呀！要问我什么小嘴，我你说什么小嘴吗？小嘴吐了个刮胡刀片，我的妈呀！吐了妈100多个刀片出来，我的妈呀，我在那看啥呢？小嘴 love， 小嘴是啥？小嘴 love， 小嘴 love， 兄弟们，啊，大嘴去就拉了，兄弟们。大腿去肯定不行的，那都是艺术老师。相信自己，你是最丑的。谢谢黑夜哥，谢谢黑夜哥的飞机，谢谢黑夜哥的音效飞机。相信自己是最丑的，好的，谢谢黑夜哥，谢谢黑夜哥。以后不要怪麻子看不到你的弹幕，好吗？请用飞机告诉我你要说什么。啊，我的妈，这有点牛逼啊，这个。这飞机有点牛逼，兄弟们！我以后就是说，并不是说主播看不到你的弹幕，而是因为你没有给我发送语音的礼物，好吧？明白？啊，谢谢黑夜哥，谢谢我黑夜哥。你在想是怎么开的？偷街打字，伸手不打笑脸的。到时候猛男餐厅，兄弟们。到时候猛男餐厅我不能拍的话，兄弟们，到时候我们就朋友圈啊，好吧，啊，懂了先。
等着下去买。啊，如果待会儿啊，因为我没去过啊，你就朋友圈吧，对吧？麻子音效飞机可以领两个礼包，真的假的呀？今晚八点，兄弟。他还有 VIP 卡和双倍卡哦。谢兄弟们小礼物，谢兄弟们。啥时候开双倍卡？我的荧光棒挡不住了。明天开吧，12点开一张，好吧？看一下还有多少张？开一张双倍卡，我们周六了，周六可以开一张，周六可以开一张，兄弟，周六可以开一张，周六可以开一张。VIP 卡和一张钻石卡，我的妈呀，这泰国都要堵车吗？